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上课啊。这个学期大家的中国古代文学由我来上啊。这个学期呢，我们上的课啊，实际上接我们原来上过的中国文学。在中国文学这个课里面呢，大家讲过先秦文学了，是吧？《诗经》、历史散文、诸子散文、楚辞，还有前面的神话都已经讲过了啊。讲过了，那么这个学期我们接下去呢，从汉代开始讲啊，这个学期我们讲汉魏六朝的文学，也就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。那么我们计划呢，两汉部分讲四周，啊，魏晋南北朝文学讲四周，啊，一共是八周，一共八周十六次课，啊，十六次课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讲两汉文学，啊，两汉文学，两汉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它是秦汉文学，为什么呢？讲了先秦文学以后，秦代文学如果不讲的话，好像缺了一部分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秦代实际上是没有文学。为什么没有文学呢？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秦始皇啊，他是把六国的文化灭掉了以后啊，他自己秦朝的文化，秦始皇这位秦朝一共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只有15年啊，时间很短。当然秦始皇这位他做皇帝以前呢，还有21年啊，一共他做了这位是35、36年啊。秦代很短，那么秦朝结束以后呢，就是两汉，两汉的时间呢是非常长的啊，非常长的，因为六国起兵灭掉了秦，六国重新起兵啊，项羽、项梁、项羽起义、刘邦起义。还有六国的贵族的残余势力也起义，把秦国灭掉了以后呢，秦国的文学啊实际上已经没有了。尤其项羽打到咸阳之后啊，火烧3个月不止，把秦朝的文献基本上烧光啊，烧光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秦朝文学，几乎没有什么文学可讲。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？讲李泗的一篇文章啊，李泗的一篇文章。李泗我们大家知道是秦朝的丞相啊，秦始皇的丞相。那么他写了一篇文章呢，叫《谏逐客书》啊，《谏逐客书》，这是我们要讲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一边的秦汉文学啊，首先讲的是秦以及西汉前期的散文和汉赋啊，汉赋。第一节秦代文学啊。秦始皇嬴政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，建立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，并且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，比如他废除了西周以来分封诸侯王的旧制度，实行了统一区划的郡县制，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他实行了车同轨，书同文，用比较简便的小篆和隶书呢，代替秦以前的大篆和其他不统一的古文字，统一了法令和度量衡等等。这些措施呢，我们说对历史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。但秦王朝我们大家知道是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镇压和压榨之上的，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呢，它消灭一切反秦的意识，在思想上实行严酷的文化统治。在我们文学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大家知道文学有很多的修辞手法，比方说比喻啊，比方说象征等等，因为他为了反对，他为了废除一切啊对秦国不利的东西，所以他通通的都不准人们呢推行一种文学方面的一种措施。你比方说他规定史书里面不是秦记的烧掉，非博士官所折的，博士官啊，我们今天博士是一种学位，但是先秦的时候是推行一种学问的一种最高的一种地位的官员。那么天下如果假如有谁敢藏着诗经书经百家余，当然当时就叫诗或者叫诗三百，书呢就叫尚书啊，百家呢就是诸子百家的百家。那么如果有人把这些书放在家里的话，他呢全部都要烧掉。
如果有两个人偶与诗书者气势啊，有感偶与诗书者气势，偶就两个人对偶啊，假如有两个人你们站在一起讨论诗经方面的什么事情，讨论尚书方面的什么事情，他认为这些都不利于秦国的统治，都要把你杀掉。气势，势就市场，人很多的地方，人们结识的地方，这个叫市场。气势就是当着很多的人把他杀掉啊，把他杀掉丢掉，这个叫气势。他的意思我们共同把他丢掉，这个人不要了啊。以古非今者浊啊，以古非今者浊，就是这个字打错了啊，不是这古非今，以古非今者浊，就是说古代好，说我们今天不好的人没做啊，这个没做。所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啊，这在我们历史上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，不过今天我们看看他是杀了460多个儒生，杀的人不是太多啊，不是太多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秦始皇统治的十多年里面呢，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的一次浩劫，是文化发展的一个中断啊，中断。那么在思想受到钳制、文化遭受摧残的暴秦时代呢，实际上是没有产生过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。那么留下来的文献，秦朝的文献，今天我们看看呢，就是秦始皇巡守封禅的时候留在泰山和琅琊台等地的一些刻石啊。秦始皇也到泰山去啊，这个琅琊台它有刻石，泰山上面也有刻石，泰山上那块刻石啊，现在我用玻璃罩罩起来啊，是李氏手写的一个东西啊。封禅，什么叫封禅呢？我们大家封建社会里面啊，这个皇帝他假如我觉得做了很大很大的事情的话，我要告诉上天。封建社会里的皇帝叫天子啊，什么叫天子？就是天的儿子，我不是普通人啊，老天的儿子啊。你比方说我们今天讲刘邦，刘邦的汉朝时间最长的啊，西汉将近200年，东汉200年，400年啊，400多年，你假如加上刘备那个后汉如果算的话，他这个说汉如果算的话，他这个汉朝的时间啊达到450年啊，450年不止了啊。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啊，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，一个是秦朝，秦朝时间很短，我刚才已经讲了，它是公元前221年建立，206年就灭掉了，一共时间只有15年。但是这个15年之后的西汉是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8年，198年，东汉是公元25年到220年，你看195年啊，一个198年，一个195年，假如加上蜀汉公元221年到263年的话，啊，这个42年。啊，就是刘备跟阿斗的一共有42年，它实际上是啊将近240年，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算比较长的朝代了。当然夏朝说是很长，商朝说是很长，那么周朝也很长，那是以前的事情，这个历史记载不一定准确啊，不一定准确，但是汉代无论如何是很长的。还有一个朝代值得注意的就是隋朝，隋朝的时间也很短。公元581年到公元618年，啊，他这个是只有37年时间，但是他以后的唐朝呢，时间很长，公元618年到907年，啊，这个时间很长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的话，我们首先要研究历史，在历史上很值得研究，两个时间很短的朝代，以后是两个时间很长的朝代。并且文化都非常发达，汉朝的文化，汉是不是啊？唐啊，我们现在走到世界上，我们的民族就叫汉族。秦始皇的时候不叫汉族，秦始皇的时候叫华族，很中华的华族啊。今天我们叫汉人，汉人是从汉朝开始，因为汉朝400多年。今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，你比方说我到美国去，哈佛去，哈佛到处都有唐人街，唐人街就是汉人居住的地方。唐人就是汉人流落到美国的，我们出国到美国去的人
大家聚集在一起，买一块土地，造起房子来，大家聚集在那里叫唐人街，起个名字就叫唐人街。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，很多城市都有孔子学院啊。这个唐啊、汉啊这两个字在我们历史上的流传，在外国的流传都非常久远。大家一提到唐就知道是汉，一提到汉就知道是中国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秦始皇他有两个好处，海内为郡县，法令有一统啊，这是好的。但在文化上面确实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是一个摧残啊，摧残。封禅就是皇帝觉得我功劳很大，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告诉上天，他叫天子嘛。那么到哪里去告诉？到五岳子首泰山上去告诉啊。秦始皇汉武帝，秦王汉武他都上过泰山啊。我们今天考核官员，比方说什么人考核，比方老师也要考核，你们同学也要考核，你们同学考核是每门课成绩考得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毕业以后怎么样啊？我们老师要考核你考课上的怎么样啊？皇帝也考核，皇帝怎么考？皇帝不是没人管，有人管的，他主史记事，有史记言，把你所讲的话全部都记下来啊。尽管他是最大的，他也有人考核啊，也有人考核。首先考核的你在位的时候，你这个国家里面土地有没有多起来，他最考核的这一点。所以你像我们清朝前期的皇帝啊，康熙皇帝、雍正皇帝、乾隆皇帝，他的死了之后，他的墓前面墓园里面有个庙啊，庙里面有块碑叫功德碑啊，叫功德碑啊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有功德碑，地方大啊。你像康熙经常打内蒙古啊，打新疆，他都要去的，都打。国土一天天强大，清朝的后期的皇帝都没有功德碑了，什么道光啊、咸丰啊，什么同治啊，这是什么光绪啊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大家知道，帝国主义打进来，英法联军打进来，把你土地割去了啊，八国联军打进来，把你土地割去了，他们没办法立功德碑啊，所以他们考核通不过，通不过啊。秦始皇觉得我的功劳是非常大的，是不是啊？我把一个残缺不全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为我，并且是第一代皇帝，我要封禅啊。汉武帝他也封禅，汉武帝为了封禅，我把匈奴打得远远的，打到那个大漠以北去了，他要封禅，所以到上泰山。我们以后讲到文学史的时候，讲到司马迁的时候，讲汉武帝啊。那么秦始皇巡狩封禅的时候留在泰山上也，但是我们今天看看这个文学啊，实际上从文学这个角度以前太渺茫了。那么秦朝我们大家知道，就是原来的秦国一个吕氏春秋啊，还值得一提。吕氏春秋我们大家知道是吕不韦主持人编写的一部书啊，吕不韦编写的，所以他叫吕氏啊，吕氏啊，吕氏春秋。还有呢，秦朝的宰相李泗所写的某些散文，但这些呢都是在秦朝统一中国以前所做的。但是为了衔接上的方便，我们把吕氏春秋和李泗的一些散文呢都放在秦代来叙述啊，放在秦代来叙述。吕氏春秋我们看看课本上有的啊。那么李泗是我们秦朝现在存下来的唯一的著名的散文家。李泗是荀子的学生啊，荀子的学生，荀子我们大家知道是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啊，荀子、孟子他们，儒家我们大家知道孔夫子开创啊，开创的。孔夫子开创以后，慢慢流传下来，后来，过了四代以后啊，一个是孟子啊，一个是荀子，他们呢都发挥了儒家的一些学说啊，成为一个大家。那么李泗跟韩非两个人都是荀子的学生，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他们两个后来被儒家人来著名，他们以推行法家的一些身份来著名，他们都著名的法家啊。李泗这个人原来是楚国人啊，他后来入了秦，做了吕不韦的门客，官最后做到丞相。李泗一些好的散文呢也是在秦统一以前创作的，他的代表作品就是谏逐客书。他写的秦王政十年啊，秦王政十年就是公元前237年，当时秦王曾经下令驱逐从别的国家到秦国来的一些客卿士人啊。李泗当时从楚入秦，也被也列在被驱逐的行列里面，
他对这件事情非常不满啊，他认为韩国派过来的人可能是组间谍，我可没组间谍，为什么都把他去掉呢？因此他给秦王嬴政上了一篇书啊，上了一篇书，所谓书就是信，先秦两汉的时候信叫书啊，信叫书，所以他写了这篇谏逐客书，劝诫秦王要取消逐客令，要有气量容纳各国的人才。下面我们先看看这篇文章，这篇文章写得很有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谏逐客书啊，臣闻利益逐客，窃以为故矣。写木工求是，西去游以容，东带百里奚于宛。宁战谏说以宋，求披包，公孙之与晋。此无子者，不产于秦，而木工用之，并过二使，坠罢西戎。啊，第一句话，我们现在看看李斯的文章写的真是非常漂亮。一句话，啊，开门见山提出论点。臣闻利益逐客，窃以为故矣。这篇文章我们高中里学过没有？没有啊，没学过。如果高中学过，我们就简单一点讲啊。高中没学过，我们讲的详细一点。臣闻利益逐客，窃以为故矣。这就第一段，一句话实际上就可以列为一段啊。我们这里为了节省篇幅啊，把下面呢接下去讲。我听说啊，大臣们在讨论逐客的事情，我私下认为这个是错误的。故就错误啊！写木工求是，西去游以容，东带百里奚于宛。宁谏说以宋，求披包，公孙之与晋。啊，就是我们秦朝历来有招聘外国人才的一个制度。以前秦木工，我们大家知道，秦木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啊，他是功劳非常大的一个人，啊，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啊。他跟晋国也好，他秦本来是西戎的一个小国，边缘的一个小国，啊，那么他并不是周朝的一个显著的一个诸侯国，但最后发展到最大，到战国的时候能够成为七国战国七雄当中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怎么样子发展起来？他认为第一个就是秦穆公，秦穆公呢，他求取人才，他西面。找了一个人呢，叫游鱼。游鱼从什么地方得到呢？他从少数民族那里得到，从戎族那里得到。东面呢，宛，他从河南那边呢得到一个百里奚啊，这个人名字百里奚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。大家，我们的中文系的人很喜欢看历史故事啊。这个百里奚这个人呢，大家知道的啊。那么百里奚呢，就推荐了一个谏说啊，谏说与宋。这个剑大家知道，一看这个字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缺腿的啊，也是个残疾人啊，残疾，但残疾人他脑子很好用啊，啊，身体大概得了少儿麻痹症，有一点腿有点长短不齐，但他脑子很好用啊。百里奚跟秦穆公讲，你用我，你感到我还有一个朋友，这个剑说这个本事非常好，他比我还要好，你用他吧。所以秦穆公马上把剑说也请过来了，后来呢再得到了一批包啊，这到了公孙支，这两个人呢到了晋国，从晋国得到，晋国就是我们今天的山西啊，山西这个地方得到。李斯说：“此五子者，不才于秦，而木工用之。”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的人，但是秦木工用他了，用了之后怎么样呢？并过二十，啊，并了二十个国家啊。我们今天这个国家的国字啊，并国，大家国字大家看看，国实际上就是地狱的狱，它写法不同。地狱的狱是土字旁，国是四面围起来，实际上当时的国啊就是一个小地狱啊。那么它并了二十个小国家，那么在西面呢就是秦国最大了，坠罢西戎